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开始学习第三册的第二十二课，就是 Lesson Twenty Two By Heart，熟记台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且这棵树重点频出啊，非常精彩的课文。像往常一样，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Now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one one o 幺幺零啊，咱们来看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部分。好，动作快些，一百一十页。我们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先大声读一遍。 Run, run. Lines, lines. Part, part. Falter, falter. Cast, cast. 注意的这个单词两个声音。如果英联邦国家呢，一般发啊，读成 cast；美音中把啊变成 i，读成 cast。两个声音都会听到。嗯，再往后走。 role，role，aristocrat，aristocrat，注意这个词，在美式发音重音会后移，会这么读也行。我们再来一遍，aristocrat，aristocrat，两个声音都行啊，都可以。哎，再往后走，imprison，imprison，bastille，bastille，jailer，jailer。 Colleague, colleague. Curtain, curtain. Reveal, reveal. Cell, cell. Blank, blank. Squint, squint. Dim, dim. Sire, sire. Proceed. Proceed，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生词短语比较多，这里面重点词呢，呃，也是比较密集。咱们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就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演员的台词这个词，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lines。lines 这个词本身可以表示演员的这个台词啊，但是表示台词呢，在本文中出现了好几个它的替换词汇。你像除了这个 lines 之外，我们表示台词还可以用这个词，就是 part。 这个词是多义词，它既可以表示台词，也可以表示某人在剧中扮演的角色，都行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part。part，它表示台词跟 lines 是同义词，但它同时呢也可以表示剧中的某一个角色、啊。如果表示角色的时候呢，跟另外一个词是同义词，就是我们生死表征另外一个词。我们再大声读一下，role。role，这两个词表示角色的时候又是同义词啊。 那看,看怎么使用呢？我们经常说扮演某一个角色，咱们看一个固定搭配，比如他扮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用 he plays the role of 或 plays the part of Hamlet 就好了。那么扮演某个角色，动词咱们常见的词可以用 play，还用别的动词，咱们一会儿会说啊。然后说 play the role of 或者 play the part of，把后面角色剧中人物名字放到后面就好了。这扮演某一个角色。那么这是台词跟角色相关几个重点词可以记住。 相关的指角色呢？我们还有主角儿啊、配角儿啊、男主人公啊、女主人公几个相关词汇。我们先看个剧中的主角儿，叫 leading role；剧中的配角叫 supporting role。那配角是我支持你，我是绿叶衬您这个鲜花啊、哎。我们先读一下主角这个词，leading role，leading role，好极了。我们再读这配角，supporting role，supporting role，哎，这是主角和配角啊。哎 还有呢，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剧中的男主人公就用“英雄”这个词就好了。我们大声来一遍，hero，hero，再读后面这个词，leading man，leading man，哎，这是男主人公啊、哎。女主人公呢，直接我们可以用“女英雄”这个词，但是“女英雄”注意发音呢、啊，不要读 hero in，那可麻烦了、哦，不这么读的。前面这个字母 e 要发成哎哎，哎这个声音。后面不是发 in，而是发 n，因为老师说过这个短音，哎。 不要读一、e,，而是发 en。哎、n, 跟老师大声来一遍，heroin，很怪怪的，对不对？再来一遍，heroin。Hero ine, 它跟海洛因发音是一样的，只不过海洛因拼写呢去掉后面那个字母 e，也是读 h e r o i n h e r o n 而不要读 heroine。前后都错了啊！当然，女主人公、女一号也可以用后面这个短语也行。再来一遍，leading lady，leading lady。哎，这女主人公、女一号这个也行啊。 好，这是指这个角色。那那同时呢，我们再看，那如果是一个电影的全体演员，一个电影里面的全体演职员，大家最后看美剧、看大片的时候，出演员表的时候，你发现正中间往往是这么一个字，就是 cast。当名词可以表示一个电影的或者一部戏剧的全体演员。我们大声读一下：cast，cast。C AST, C AST, 同样，英联邦国家发啊，在美式发 a，分别来一下：cast。 再读美音，cast，两个声音都会听到，都可以啊。注意这个词呢，是一群一群数的，所以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这个 cast 这个词咱们用单数。你看后面的搭配叫一个全明星的演出阵容，这里面用单数叫 an all-star cast，一个全明星的阵容，因为它是一群演员嘛，它不能一个人一个数，是一群一群数的。这个是复习，咱们以前讲过，像什么 audience。 像什么什么 faculty 等等等等，像 crew 也是一群群数的。今天又看到这个词了。那么这个 cast 在这儿是名词，表示一个电影的全体演员。那下面我们就看另外一个这个词做动词的用法，也是本文中的生词，就是、指派某人扮演某个角色。我们又看到这两个声音，动词名词翻译是一样的。我们大声来一遍：cast。再读美音：cast。 刚才做名词，咱们看到叫一个电影中的全体演员；做动词呢，就选派某人扮演剧中的某一个角色。哎，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词该怎么来使用？大家在用的时候不要把它用错。咱们记住搭配：某人扮演某个角色，应该用被动，叫被指派扮演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可以有两个搭配：第一个叫 be cast as，哒哒哒，后面加上角色名字就好了；第二个搭配叫 be cast in the role of，哒哒哒，这个 role 刚讲过叫角色吗？ 被指派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这个也行啊。注意这个 cast 不会做动词，它的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 c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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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 cast, cast, 不要加 e d 就好了、啊。咱们看一个例子，他扮演奥赛罗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词表示指派某人扮演，所以得用被动。He was cast as Othello，或者说 He was cast in the role of Othello。他被指派扮演奥赛罗这么一个角色，就好了。 这是看到这个词呢，我们记住搭配就会用了。注意，它用被动表达中文中这个主动的含义，因为它指派某人扮演。我们刚才看到扮演是不是还可以用动词 play，对吧？我们再看几个跟它类似的主动的结构，扮演的主动，这三个词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区别啊。就 play，或者用后面几个，我们大声读一下：perform，perform，act，act act。我们既可以直接在 play，perform，act 后面加上角色名字。 也可以在角色前面加上 the role of the part of 什么什么的角色，就这个的角色这几个字是可以去掉的啊。咱们同样看一个例子，我依然说他扮演奥赛罗这个角色，咱们指过去的事儿，一般过去时。你看可以用 he played the role of Othello，可以这么说，he played the part of Othello 都行。咱们刚刚讲过，role 和 part 都可以表示角色的意思，还记得吗？当然，play 也可以换成 perform 和 acted 都行。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后面的的角色去掉，直接可以说 he played Othello 也行。但是这个不能翻译成他玩儿奥赛罗，更不能翻译成跟奥赛罗一块儿玩。如果跟他一块儿玩叫 play with，play somebody 是扮演这个角色。咱们记住啊，剧中还这一会儿在课文里面还会看到这个用法。同样的，perform 和 act 也可以直接加这个角色名字，这是扮演。咱们记住，有被动有主动，咱们生活中呢就会说，而且用不错。哎，把这个先记住。 那么我们再看主演怎么说呢？主演我们有好多种搭配。首先有个习语，咱们看在电影里边，呃，这个这某人主演某个角色，在外国的报纸上报道的时候，经常有这么这样一个搭配，叫 played leading，played lead in，后面加电影名字，就主演某部大片。你像我说，Bruce Willis played lead in The Sixth Sense，著名的大明星就是这个呢，布鲁斯·威利斯。 当年主演过《第六感》灵异第六呃《第六感》这部大片，play the part 呃 the lead in，注意后面 in 后面加电影的名字就好了，主演某部电影。但是某人当主角主演某个电影，还有一个动词叫 star，这个也行。但这个 star 这个词用法就比较灵活了，咱们看怎么用啊。star 做名词叫大明星，做动词可以表示主演或者由某人主演。大家注意，如果是呃演员做主语，电影在后面做宾语的话，那后面加介词 in。 Star in 就类似于刚才的 played lead in 是一样的。我们换一个人，Harrison Ford starred in Air Force One。著名的老明星就是我们看屏幕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照片里这个人，哈里森福特主演过《空军一号》这部大片，可以这么说啊、呃。或者这个 star 呢还有另另外的一首，就是用电影的名字做主语，后面 star 变成及物动词，翻译成由某人主演，直接用演员做它的宾语了，能理解吧？ 由某人主演，这个时候及物动词。你看，我一样可以说《Air Force One》starred Harrison Ford。空军一号是由哈里森·福特来主演的。而刚才那个 played lead in，只能相当于 star in 的用法，它呢就没有两个方向这个感觉。而 star 呢，它更灵活一些。那这是这个扮演呐，扮演某个角色主演的相关的一些动词，在生活中，咱们看戏剧、看电影时经常会用到，咱放在一块儿，把它同时记住就好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不是特别吉利的一个词，叫“关进监狱”。这个大家一般都不希望看到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imprison。imprison，这是个及物动词，叫关押，把它关到监狱里面去啊。这个 prison 呢就是监狱，I am 就使进去嘛，进到监狱里面去了。这个特别好记啊，但在这儿不能用 I in，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后面是字母 b 或者字母 p 的话。 那么相邻的，一般不用 n，而用我们的 m 这个词，像我们说不那个不耐烦的叫 impatient，I am 后面加字母 p，对吧？有时候结合到一块，combine，c o m b i n e，b 和 p 前面咱不用 n，而用 m，为什么呢？因为 b 还有 p 是发 p 吧，嘴唇要闭到一块吧，所以这个 m 一闭嘴就发 m，不可能发嗯，因为那个嗯是不，是不闭嘴的，所以一定把 n 变成 m 就好了。我们再读一下 imprison。Im imprison，把某人关进监狱，所以这是及物动词，我们可以用 imprison somebody，把某人关进监狱。如果他被关起来呢，he was imprisoned 就好了，他被关起来了啊。还有一个在看报纸用的很多的一个书面语，我们也大声读一下：incarcerate，incarcerate，In 哎，这个词也是使入狱，也可以用主动、被动都行。He was incarcerated。 也行，他被关进监狱了，这都行。啊，注意，这是及物动词啊，要么后面加宾语，宾语变主语，老老实用主动就好了。还有哪些表示使入狱呢？本文中还有一些词汇，你像我们可以用动词 jail，大家注意 jail 这个词做名词就是监狱的意思，做动词呢，没名词动用使某人这个入狱啊。当然，人做主语用被动，He was jailed，他被关起来了。这个 jail 有两个拼写形式，第一个在左边的是美式拼写，右边的是英式拼写，咱们看到。 美式拼写更不容易拼错，对吧？因为英式拼写容易把它读错。确实，美式是改良的拼写形式。我们再读一遍：jail，jail，啊、uh,，he was jailed 就好了。这个被关起来了啊。或者我们用 send somebody to prison，把某人送进送进监狱啊。Uh, he was sent to prison 也行啊。或者用动词 put 也行。那 put 后面可以 in 搭配，send 是 to，put 是 in。这边弄错了，put somebody in prison，一个是 somebody be put in prison。 被送进监狱，这个也行啊。还有呢，我们一个习语叫 lock up，he was locked up，这个人被捕了，这也行。我们注意这个连读，大声的没 lock up，lock up，就把他给锁上了，上了镣铐了，表示被捕入狱，这个都可以。啊，在生活中这几个都可以用那么要被捕入狱之前呢，咱们得先宣判，你判几年徒刑啊？要不然监狱都不收啊，你关几年呢？我们心里都有数才行啊。你看这个宣判呢，又是一个常见的表达，叫 be sentenced to。 这个结构咱们可以看一看，be sentenced to，注意 sentence 在这不是句子了，做动词叫宣判的意思，某人被宣判什么什么，用被动，注意后面加介词 to，注意啊，我们看例子，He was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n prison。这个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哎，是这么来说的，咱们看到之后会说了，这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这个无期徒刑叫 life imprisonment。 Imprisonment 就是被被关押这么一个状态啊，一辈子在在在在监狱里面就无期徒刑啊，死刑的搭配最简单，直接用 be sentenced to death 就好了。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这个人被判处极刑，被处以死刑就好了。哎、啊，这是这个关进监狱相关的几个词汇，跟这个判刑宣判呢，可以把它同时记住。哎，好，下面我们看看重点词汇实显露出来。 或者做派生意叫揭示了、揭露了什么？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又碰到字母 V 了，又做什么动作？上牙轻触下唇发 v v 这个动作，对吧？再来一遍，reveal，reveal，哎 re，使显露出来，或者叫揭示或者揭露。你看，如果使显露出来呢，是物理上的含义，前面东西撤下去之后，后面东西露出来了。而揭示或揭露呢，往往是抽象的意思，揭示了真相啊。 这比较抽象一些，我们看到都可以用它。哎，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her laugh revealed her even teeth。这个 reveal 在句中用的是这个第一个含义，叫“实露”出来了。这个女孩子呢，这么一笑，使她露出了她整齐的牙齿，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清启朱唇。当然，并不是猪八戒那个猪啊，朱红色的猪。哎，露出了两排呃这个这个整齐的牙齿。哎，清启朱唇，可叫 her laugh。 就不说朱唇了，看着别扭啊。就是这女孩子，呃，微微一笑，呃，这个露出了一排两排吧，两排整齐的牙齿。那 even 是整齐的，这是实显露出来，可以用它的。但但我们生活中多数都做派生意，把某事揭示给某人或者揭露给某人。注意这个时候搭配就 r e v i e w something to somebody，这事原来藏着掖着，大家都不知道，哎、呃，揭示给某人。咱们看例子，The doctor did not reveal the truth to the patient。这个大夫呢，没有把事实真相。 揭示给病人，把前面这个东西揭示给某人，review something to somebody。病人可能得了艾滋病了，得癌症了，说没关系，你呀就拉肚子啊，两天就好了。你 review something to somebody 可以这么说，哎、啊，这是揭示。注意它的反义词，我们到了后文就会碰到它的反义词了。完美的反义词，向某人隐瞒了。你看后面也是发一,一这个长音，发音都类似。我们大声来一遍，conceal。Con 李老师说过，这个 see c o n c e a 在轻读的时候不要读 con，而是读 c a n c a n c a n 因为字母发啊啊这个声音来。然后注意在后面的前面轻读，大声点没 conceal conceal，一定记搭配 conceal something from somebody，哎，向某人隐瞒了某事。同样，刚才的句子咱们可以改成 the doctor concealed the truth from the patient，这个医生向病人隐瞒了实情，病的真实情况呢？ 哎，没有说怕病人自杀，这是哎隐瞒了，可以这么说。那可以同时记住，很漂亮。哎，当然这是这个隐瞒隐藏。我们再回到中心词，这个这个 review review 就揭示揭露了一个事实真相。但还有一个，咱们叫暴露。动词用 expose。这个暴露跟揭示揭露有什么不一样呢？揭示揭露是把这个事实真相让大家知道，或者把后面的东西把它呃这个实显露出来。物理。 和抽象含义都行，而它暴露呢，一般暗示一旦露出来之后就特别危险了，暴露在什么什么危险之中，一般都强调有危险这种暴露。来，我们大声再读一下：expose，expose。Exp ose, expose, 甚至我们说这个胶卷曝光了，the r o l e of film was exposed，这卷胶卷曝光了，你胶卷呢必须在暗示里边看到光线之后呢，胶卷毁了，所以它也强调危险。啊，我们看一个例子：The soldiers were warned not to expose themselves。 这些士兵们被警告怎么样呢？不要暴露他们自己啊！这个暴露跟上面揭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他强调，一旦露出来之后就比较危险了，可能会毁掉甚至死掉。用在这个场合用它更好一些。好，这是我们看的实显露这个隐瞒、隐藏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表达，咱们可以放在一块儿记。好，下面一组词，我们再看一组跟看东西呀、啊、相关的这个动作。 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稍微陌生一点，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下，squint。首先注意不要读 squint，因为这个 k 在、S、后面，我们说、S、后面声带一般要震动，特别在重读的时候，所以这个 k 轻轻发成 g 这个声音。我们在里面 squint，squint，啊，这叫眯着眼看，强调什么呢？强调由于看不清楚，眯起眼来看，眯起眼来看的更清啊。有同学说老师。 那睁大眼都看不清楚，眯着眼不更看不清了吗？哎，眯起眼睛来之后呢，我们眼睫毛都交叉在一块儿，形成很多小孔，小孔成像原理可以使眼睛看得更清楚些。李老师小的时候，当时眯这个都流行一种小孔眼镜，就治近视，我们就不都都不戴近视镜了，戴一个眼镜，前面两个小黑片扎上眼儿，戴上一看之后，确实看得清,清楚些。哎、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总而言之呢，眯起眼睛来费力的看是这么个意思。嗯、啊。 怎么搭配呢？第一个搭配，如果费力的在看某个东西，眯起眼睛来看某个东西，叫 squint at something 或 somebody。眯起眼睛来看这个人、这个东西，放到后面就好了，对吧？还有呢，本文中就是眯起眼睛来这个动作叫 squint one's eyes。He squinted his eyes。他眯起了双眼。这后面用某人的眼睛做宾语也行。啊，这时候就及物动词了。Squint，哎、呃，两个搭配的都行。总之，他强调呢，眯缝起眼睛来这么一个动作，尤其强调，因为。 这个光线太暗，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哎，咱们用这个动作。还有呢，我们说费力的看。本文中有个呃，书后题考到了它的一个同义词，就是 peer，p-e-e-r，、e e、也是表示因为看不清楚而费力的看。大声那边，peer，peer，pe、er, 后面介词搭配一样，peer at something，费力的在看某人某个东西都可以。啊，但是不要搞混了，它有两个形近词，但意思完全不同。这两个词呢，都是表示偷窥。 就看呢，呃，你不应该看的东西。我们大声来读一下：peep，peep，peek，peek。咱们看的规律，后面都是跟 at 搭配。但 peep 和 peek 一般翻译偷窥，就是你看呢，你本不应该去看的东西叫偷窥，哎，也是一种看，后面也确实加 at。那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 lear at，这又是 peer 的一个形近词。刚才是两个是吧？最后一个字母变一下。 这是把第一个字母 p 换成 l 了。我们大声再读一下，leer，leer，哎，后面也要加 at，这个表示什么看呢？这个强调的色迷迷的看，对异性不怀好意，色迷迷的在在在在在看某人。那再看个例子吧，He was always leering at female members of staff. 这个人呢，总是 be always doing。大家还记得在第二课讲过，令人讨厌的，老是做某事儿、哎。他总是色迷迷的盯着那些女员工在看。咱们讲过 staff，叫一个单位全体员工。但总是色迷迷、不怀好意的这么在看。叫 l e a r at，这个也行。你看这几个，好像后面都得加 at，在这儿有区别了。我们看到 glance，后面可以加 at，表示匆匆的看一眼、浏览一遍，就是并不是很专心的看了，匆匆过一遍、浏览一遍。我们大声来读一下动词。 glance，glance，gl 当然李老师还用的美式发音。如果是英式发音呢，前面发啊这个声音，但不要读 glance，你要读 glance 又是舌根这个动了 g l a n c on。因为中文中我 on 这个音呢，斗志昂扬，呃这个这个这个后浪推前浪，所以读成 glance 中国人舒服。但在英式发音不好读，前面发啊，但后面舌根不动是这么读的，大家体会下，glance，glance。Gl ance, gl ance, 特别别扭，你看 on，on，像 on 又像 an，介乎于这两个中间的一个声音，先发啊，以闭下来之后舌头不动，在里面 glance，glance，glance, 而不是 glance，哎，从声音还是不一样。确实，中国同学读美音更好读一些，美式发音简单多了，在里面 glance，glance，glance 后面还得加 at，叫呃匆匆的看一遍，浏览一遍。 但还有一个词跟它类似，咱们叫无意中一眼看到，一眼瞥见，一眼看到，不是我主动的去去看了。你看匆匆的看、浏览也是我主动想去看嘛？这是无意中一眼瞥见。咱们大声读一下，glimps，glimps，e e 注意这个词是及物动词了。He glimpsed the thief before he vanished into the crowd。在这个贼消失在人群之中之前，他一眼看见了这个贼。这个时候是及物动词，为什么呢？ 你看，发现凡是表示看到的，而不是主动去看的，一般来说都是及物的。这种大家知道，去看叫 look at something，look 加 at，但看见呢叫 see something，see 后面就这同样是呃是不加 at 的。这可以同时记吧？这无意中一眼看到了，看见看到这一次确实后面不加 at，所以咱们发现有规律，这就好记了。那、啊、我们在复习在第六课讲过的另外几个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比如第一个叫 gaze at，我们在第六课讲过，什么叫 gaze at 呢？大家还记得，叫做充满兴趣的凝视，充满着兴趣的看的出神了，哎，这还好看啊，看得出神了，定定的看着。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词，慢慢来，gaze，gaze，gaze, 这当然是主动的看，后面还得加 at。还有一个咱们第六课讲过的叫瞪大眼睛在看，双眼睁圆了在看。再来一遍，stare，stare。Stare, stare, 哎，后面还是加 at，对吧？还有一个呢，叫做呃张着嘴傻看，因为这个东西呢，呃，它也使我们惊讶、啊，张嘴看啥了？用这个词，我们再来遍，gape，gape，这个好记，因为字母 p 就好像下巴壳拉长了一样，对，张着嘴傻看。还有一个怒目而视，大家还记得吗？叫 glare at，用这个词，我们再来遍，glare，glare，gl 咱发现规律了。 这些主动的看，一般来说后面都加介词 at，而看见、看到这些含义一般来说是不加的。哎，这么记就方便多了好，这个词我们的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古代的一个在古语中常用的“陛下”或“阁下”这么一个尊称。我们大声再读一下，sire，sire，它有两个发音。英联邦国家呢后面就不卷舌了，这么读，sire。 Sire，美音中呢，读是 sire，sire 都行。它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是对王室成这个成员的这个尊称。Yes, sire，是的，国王先生。哎，对王室成员的尊称，包括国王啊、女王啊、王后啊、王子啊、什么王二大爷等等等等，这个都可以啊。王室成员尊称，哎，当面说，哎呀，陛下，陛下。本文中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呃，陛下还有一个当面对王室成员的尊称，说 “Your Majesty”。哎，这个大家可能背过，也表示陛下，一般都是对国这个国王啊或王室成员的尊称。当面叫“哎，国王陛下，您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词，“Your Majesty”。“Your Majesty”，叫陛下，一般在陛下国王就站在你面前。哎呀，陛下您好啊！陛下您吃了吗？对吧？我们这个当着面说叫 “Your Majesty”。 但如果要是呃，但在别人聊天聊到国王陛下称谓的时候，尊称咱们政府是这个这么称呼也行。我们大声点 h i s Majesty，Her Majesty，这就看这人男女了。如果这是国王呢，叫 His Majesty；如果是王后呢，或公主呢，叫 Her Majesty 就行了。这是不是当着面了？国王没有在这儿，我们聊天跟人聊到国王表示尊敬那你知道吗？国王陛下昨晚跑肚拉稀，哎，我们这个国王陛下谈到他了。 叫 His Majesty 就好了，这是陛下。但这种尊称啊特别多，咱们还记得以前我们还有一个尊称叫 Lord，这一般是贵族啊，什么大主教啊或者大法官这个尊称。注意这也是要大写的，包括 M 这个 My 里面的 M，还有 Lord 的 L 都要大写。我们大声读一下，My Lord，My Lord，, My Lord 同样的英国人会读作 My Lord，My Lord，Yes，My Lord，是的，这个陛下。 他一般呢不是王室成员，一般都是对贵族啊，就我们说的公侯伯子男这种贵族，还包括什么呃，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法官呐、啊，什么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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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主教啊，这个尊称叫 My Lord 啊。还有一个比较尊敬的称谓，这一般是对高级政府官员的尊称了，叫阁下。来，我们大声来读一下：Your Excellency，Your Excellency。哎，这个咱们一翻译成翻译成阁下。 这一般是当面称谓，就您站在我面前，阁下，您早啊对，阁下，Your Excellency。而且这个一般都是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对对方的大使，对方国家的大使来这么来说，哎、啊，叫这个阁下。还有呢，如果不是当着他的面讲，聊天聊的这个人了，我们说这个阁下可以用他。对，男女呢，用 His her 分开，我们大声读一下就好了。His Excellency，Her Excellency，都是指阁下，大官儿，尤其指大使。 这种官员，这是一些尊称，咱们可以顺便放在一块记。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五星级动词，叫继续做某事 <coughs>。我们大声来读一下：“Proceed, proceed，叫继续做某事。注意啊，p-r-o 在这里动中，p-r-p-r，pr，后面一是长音，所以重音在后面，大声在里面。Proceed, proceed，继续做某事。 但是这个动词啊特别讨厌，为什么呢？它跟搭配不同，含义是不一样的。你像这 proceed 后面有常见两个搭配，第一个是 proceed with something，第二是 proceed to do something。这两个搭配含义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搭配 proceed 如果后面加 with，表示继续做同一件事这个事情前面有中断，下面继续做这事我们说 let's now let's proceed with this lesson。我们下面休息之后继续来学这个数，再继续做同一件事。 而这个后面 proceed 加 to do 呢，表示继续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做下一件事儿，是吧？我们听到说，now let's proceed to learn the next lesson。下面我们来继续学下面下一课数。这个是用 proceed to do，这个特别类似什么呢？特别类似咱们中学老师特别强调的 go on with，go on to do，对吧？也是继续吧。go on with something 表示继续做同一件事。let's go on with this lesson，我们继续学这个数。go on to do 呢？ 继续做下一件事，这个事儿已经完成了，我们接着做下一件事。Let's go on to learn the next lesson。场合是类似的啊。本文中也出现 go on 了，但本文中 go on 这俩搭配都不是，本文中是第三个搭配，叫 go on doing something。这注意更讨厌了。go on 如果后面加 doing，意思是表示什么呢？啊，叫不停的做某事，反复多次的持续性的不停的做某事。go on doing，go on with 继续做同一件事，go on to do 做完了继续做下一件事。 Go on doing 表示不停的做某事，这几个特别容易搞混，把它记住。还有继续，continue 既可以加 to do，也可以加 doing，这两个差别不大，都表示继续做这一件事情。这个事儿没完成，咱们继续来完成，也是表示同一件事儿啊。还有呢，carry on，呃也行，carry on with something 和 carry on doing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继续做某事。 但这两个一般都强调继续做同一件事，这个事情没有完成未竟的事业，咱们继续把它来完成。也就是这一屏幕，咱们这四个都可以表示继续做同一件事，中断之后继续把这事儿完成，就好了。一会儿中，咱们的课文中会看到 go on 和 proceed 的一些特殊用法，到了课文中再详细来看。好，二十二课咱们重点的生词和短语跟老师就学到这里。